他身体一向都对，他身体一向都不错，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媒体写说他集气的时候，我们差一点晕倒。不用集气，真的不用集气，就是小感冒。那这一次是连感冒都没有，只是他看到有点傻眼，马上打电话，那刚刚三个那么不洗啊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那时候看到那一则啊，我好紧张，而且我刚好在高雄，我说你在哪一家医院，我赶快赶过去。他说听到我妈又来处理啊。对啊，他是痛醒的，他电话已经想到要干点鼻胃管，不是插拔管，不是拔管，对，不是插管，对对对，然后不用集气啊，没有生病，鼻胃管不是插拔管，不是拔管，对，不是插管，对对对，然后不用集气啊，没有生病。